大家好，我是貔貅专卖店精美艺品店的逸君老师。我今天要讲一百问，今天一百问的题目呢，就是听说貔貅不可以摸眼睛和嘴巴，如果摸的话，是不是要重新开光了呢？那我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老师的说明给大家做参考。大家讲这题目之前呢，当然一定要介绍一下我们嘛。那我们是貔貅专卖店，好，老师专卖貔貅已经超过十年了。那我们的貔貅卖场就打中文网址精美艺品店点 TW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卖场了。奇摩拍卖、虾皮拍卖、露天拍卖通通都有，而且卖场下标可以刷卡，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预约来现场选购哦。那来现场的人都要预约，那我们预约的方式呢，就请你上我们的官网。那我们的官网呢，就是你打中文网址貔貅开光点 TW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官网了。所有预约的方式、店面的住址啦，这些等等，通通所有的资讯都在里面。好，那这块呢，老师刚才这样讲已经超过十年了嘛，那所有大家常询问的问题都有收录在貔貅一百问里面。所以你有好多，如果说啊，我有好多的貔貅问题哦，那求请你看我们的貔貅一百问哦，招财貔貅中文网址招财貔貅点 TW， 所有的资讯通通都会在里面哦，看你有没有想要的问题，答案都会在里面。好，简单的花了一分钟来介绍我们，让大家很快的认识我们，也很快的能够找到我们。那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貔貅是不是不可以摸眼睛和嘴巴？那如果摸的话，那是不是要重新开光了呢？那我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说明哦。这个题目呢非常的好哦，那这是大家常常询问的一个问题啦。好，那我今天就把它拍成影片，好，跟大家说这个解说会比较更清楚的。好，那我们在佩戴的时候呢，请各位想一想，我们在佩戴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完全都不会摸到貔貅的眼睛还有貔貅的嘴巴呢？大家想一想哦，有没有可能完全都不会摸到貔貅的眼睛还有貔貅的嘴巴？那如果今天不小心摸到貔貅的眼睛也好，摸到貔貅的嘴巴也好，就失去了开光的效能，要重新开光，哇，那我可以不用卖貔貅了，我就天天帮大家貔貅开光开光开光，赚开光费赚开光费，哇，我就不用卖貔貅了，天天帮大家开光，这种工作实在是 CP 值太高了，我就每天帮大家开光就好了，摸到眼睛嘴巴就要重新开光，来哟来哟，开光费来哟来哟，我每天帮大家开光收开光费就好了，我就不用这么辛苦还要卖貔貅，因为我告诉你一个，告诉你说，你的貔貅摸到眼睛和嘴巴，嘿嘿，你就要重新开光了，开光费拿来拿来拿来，哇，这种工作实在太好赚了，这种 CP 值，这个工作 CP 值太高了，对不对呢？想想我刚所讲的，那我讲说这个，如果说各位再想一下，各位再想一想，如果说当然讲的这些这个注意事项是针对你的貔貅请老师开光的注意事项，那如果你今天的貔貅不是请老师开光，不是请逸君老师开光，那就不要自行对号入座了。
那就请你不要自行对号入座了，因为每个人开光的法门不一样，注意事项也不一样。那我今天讲的注意事项呢，讲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呢，是针对你的貔貅是给义军老师开光而适用的，不是啊就不要自行对号入座了。但是呢，大家可以用大家用这个大家用这个自己聪明的脑袋想一想，如果我今天不小心摸到貔貅的眼睛，或者是不小心摸到貔貅的嘴巴，那我就要重新开光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开光的这个法师也好，老师也好啊，这个能力太差了一点点吧？是不是能力太差了一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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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哦，只有一点点而已哦，如果你想想看啊，摸到眼睛嘴巴就要重新开光了，大家用这个聪明的脑袋想一想，那这个老师的这个开光是不是能力太差了一点点了呢？所以呢，当然那也许义军老师开光的能力比较高一点点，好高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而已，没有很多，就一点点，比那些人一点高一点点而已啦，绝对不会因为呢你摸了貔貅的眼睛或是貔貅的嘴巴就影响到这个貔貅的效能了，就会失去效能了，嘿嘿，都不会的，请老师开光的貔貅通通都可以摸的，尽量去摸，根本都不会想到貔貅开光的效能，当然也不会增加貔貅的效能了。为什么呢？因为貔貅的效能，貔貅招财的能力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貔貅的财职磁场有关系，磁场越强，能力招财的能量就会越强，磁场越普通，招财的能力当然就会有限嘛，否则大家去买那个便宜货，进老师开光之后呢，能力都变强了，一起不可能的代志，所以为什么我常讲说，你今天佩戴貔貅，如果今天是戴好看、戴心安的，那你就去随便买你喜欢的貔貅，喜欢的材质磁场烂的，你就可以去买它。但是如果你今天佩戴貔貅，不是只有这样哦，是希望我今天是要戴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一定要选材质磁场强的。所以貔貅的招财效果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貔貅的材质磁场能量有关系。所以我刚刚讲的不管你的貔貅想要摸眼睛嘴巴，通通都可以摸，既不会影响到它的开光效能，也不会增加貔貅的开光效能了。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貔貅一百问，就是在我们的招财貔貅中文网址招财貔貅.tw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貔貅一百问。